2019彰化县马拉松嘉年华第四场，台湾米仓田中马拉松十日在县立景松文化教育园区盛大起跑。现场超过16500名跑者参与盛会，以及近500名外籍选手参加。彰化县长王惠美与铁人三项冠军挪威选手伊登一起领跑，用脚步感受彰化土地的温暖，也为选手加油打气。所以后来是安排了一点点的路程，让他体会一下啊，我们在地的那个，因为我们沿路跑，很多乡亲都会提供很多的这个食物啊，然后表演啊，所以我们就让他把那一段的这个精彩的地方让他看完哦。No, nothing today, but I had a really great lunch yesterday with many delegates from both Taiwan and important from Japan and Africa, so it was really nice.今年赛事路线再次升级，除了原有的田中镇与二水乡外，更扩及到袜子的故乡社头，行经社头袜子产业园区、二水八宝郡等彰化特色景点。王县长于一登与跑者一起跑 3.5 公里，体会彰化浓浓的人情味。王县长期许县民透过路跑活动培养运动习惯，促进身体健康。公益频道彰化云田中采访报道。